掌握每日关键精辟新闻点评，主编点新闻这一段呢？主编点新闻呢？会带你剖析今天啊，一个小时里面迅速发展的一个课题哦。陈若郑志峰上一段所说的，政治呢一天都算很长，我个人觉得一个小时都算很长。其实呢，就是在这一个小时内呢，土团党国会议员开会之后就决定。 放弃主席马哈迪，不推举敦马为第八任首相人选，而是改为提名党总裁慕尤丁。这应该是敦马的碰回马枪策略上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他们就抛弃了敦马，选择穆尤丁。因为穆尤丁他是国民和谐阵线，就是 m a 干 a a t National，就是乌统跟一党所能接受的首相人选。因为敦马他之前把话说死了，说到没有办法回转。比如他说他不愿意跟败选、跟那些盗贼统治的人。 共主政府，但是穆尤丁在这一个课题上呢，他的态度是开放的。简单来讲说，他是来者不拒，可以跟任何人合作。那么这么一翻转之下呢，土团党就是所有支持敦马阵营的议员，再加上国政以及国民联盟阵线呢，肯定超过一一二的简单多数以议席。 可以去到一百二十五，甚至更多。那么他们现在就可以做政府了。是那土团党总秘书马祖基今天下午就发文告指出，他们将向元首提名慕尤丁为下任首相人选。该党呢今天召开的会议。 共有三十六名土团党议员出席。目前呢，我们是不确定这三十六人到底是谁。不过在喜来登政变之前呢，其实土团党只有二十六名的国会议员。如果再加上前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所率领的十一人集团，土团党理应应该有三十七名国会议员，而不是三十六人。这意味着呢，可能土团党或者是阿兹敏集团中有人缺席这个会议。那么，查播者最新的进展：阿兹敏派系的十。 一人就是简称 AA 十亿国会议员呢，已经正式加入了土团党。所以这三十六名国会议员呢，他们一致同意向元首推举母一定为第八任首相。那么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何土团党的议员人数突然之间变成三十六，因为他们在五零九大选的时候呢，他们只赢得十三个议席而已。之后陆陆续续,续就有乌统的议员跳槽过来，议席就翻了一倍，变成二十六。如今 pop 的一声，像坐火箭一样，一夜之间呢增加十个，变成三十六个。 但是 A A 十一阵营当中的十一人，有哪一个没有加入土团党呢？目前不得而知，可能大家都有加加入。有一些说法呢，就是沙巴拉闹的国会议员 Jonathan。 跟沙嘎玛的国会议员艾蒙山达拉是没有加入的，因为 Jonathan 在他的这个面子书说他还是留在公正党，而艾蒙山达拉呢，因为他是英语，而土团党呢是以马来人为主的，那么他们会收他吗？所以这些疑惑呢都还没有获得解决。嗯、而且在更早之前呢，就是来自巫统一党以及沙巴民信党的重量级领袖呢，都在木尤丁的这个住家，而这些人物当中呢，就包括了乌统的前副主席小穆丁、沙巴首席部长小菲以及。 一党的总秘书大酒店都在莫伊丁的家，他们应该这是在商讨如何组织政府了。是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公正党副主席希威尔就警告，土团党目前处于混乱的状态。如果这一次的政局局势动荡呢，导致不得不举行闪电大选，他相信呢，土团党可能就会遭歼灭，或者是蒙受重大的挫折。马哈迪要做的呢，就是开除五名的内阁成员，重新委任人填补有关的指挥，然后继续啊、呃，继续前进。 这是他所建议的。那他说，西蒙已经经历了无休止的肮脏政治手段跟阴暗的政治操弄，所以为什么敦马不能在这个时候将权力移交给安华，并安静的退休呢？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虑。同时，西维尔他也转述上个星期有西蒙主席理事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他说，原本呢，敦马是已经啊，那个主席理事会呢，已经同意由敦马来自行决定什么时候卸下首相的这个职位。这是整。 就人民的其中一个方案，他指出当时的会议的气氛确实是非常紧张，有很多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辩论跟这个碰撞。后来安华为了要让所有人冷静下来，就告诉敦马说，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适当的日子来讲放。嗯、当时所有人都满意这一个结果，并以西蒙团队的精神来结束这场会议。那么。 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呢，公正党的署理主席、前署理主席啊、哦，就是啊阿兹敏、土团党的慕尤丁，还有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以及一党的主席哈迪阿邦呢，却发动了政变，以便组成国民联盟的这个政府。是那希威尔呢也表示，当天在巴淡林上演的喜莱登酒店行动啊，以及不同政党在。 其他地方举行的议呃，会议或者是聚会，马哈迪呢是没有试图阻止的，反而在选择这些乱局出现之后呢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马哈迪在同一天的早上呢，主持了土团党最高理事会议，呃，导致呢留在西盟的共事。然而呢，慕尤丁却背叛了，连同阿兹敏等人呢，前往了国家皇宫。后来呢，很多人就发现喜来登酒店里面呢，还有包括了呃土金团,团团长塞沙迪，尽管他在后来在西盟出。 这些裂痕之后呢，是呼吁大家要团结的。 那么由于这一个 bloc k 这一个阵营的人没有获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这个人数，导致政变失败之后，嗯、土团党接着呢他就宣布退出西蒙，导致西蒙政府垮台。那么整个政局呢，根据西维尔的说法呢是跟安华无关的。那么当马哈迪面对西蒙的领袖时，这名老人他就崩溃了，并重申他自己是没有参与其中的，他也会辞职。那么这一个做法呢对西蒙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碰，一个冲击。西蒙领袖之后呢就说服他尝试说。 其实大家都支持你的，那么你就继续留下来领导。嗯、那么，呃，会委任他为过渡首相之类的这些东西。但是西维尔说呢，马哈蒂并没有要求民选的代表执行他们的职责，反而是开始萌起了这些，呃。 大团结、大联盟的这个政府为那些技术官僚，成为团结政府的一个想法。但是他的这个做法呢，从西门的角度来说，是认为是边缘化西门的领袖，因为西门的领袖是经过选票的考验。那么对他来说呢，他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人，蹲马要完全不受约束，他要自己掌控一切，并与这些技术官僚做出决定，没有政党的这个参与。所以西门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一个安排的。这也是为。 为什么西蒙最后跟顿马做出切割？那么如今的进展呢，将是非常的这个精彩，因为首相，呃，因为这个国家元首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召见所有政党的党魁，让他们再次表决谁是你鼠疫的首相、嗯。是，那下一段回来呢，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政坛的一个最新消息，掌握每日关键精辟新闻点评，主编点新闻。